来啦，来拍一下番外篇的啦，这就叫做迄个啥报废厂里面的引擎特写。哦，厉害呢！哦，你上想吐啦？哎呦，你上为什么也不厉害嘞？这是哪一颗嘞？这是到底带几粒？带几粒分厉害？哎呦，给我发现到一个好料哟、哦！对呢，大家看这厉害。啊，这另外改啦！哦，这粒我讲，我会记这粒，看那马区的引领作成的哦。哎呦，哦，这粒落到马池的管顶咧，走包足恐怖的。哦，报废厂引擎特写，这个伽马，这到底算什么车的？咱来看卖这台肉场的引领，看到底。都是什么引擎？哦，四缸的皮斯洞，啊，这粒的，这粒到底是什么烧？轰炸啊！这 K 杯啊，这 K 杯啊，这粒维特克的，我来看这粒干维特克，维特克它后面有一个可变的东西，可以拉 K 杯啊，啊，这不是维特克，是 K 六啊 ，K 六啊，光电式的。海宁其实，哎呦，这粒，哎呦，这较早人我咧算的，因为你若是有微特克，我记得它这边有一个那个油阀啦，应该是 K 六啊一款的，哦，这因领真新呢，这用刮花的哦，啊不是，变只台条的，哦，这粒是米十八 C 的，人也随刮的，哦，你上的这一颗。看得真亲切呢，这自白手白，自白手白了袂记安怎看的。吼，这只我哪有改？我看这只车还是北来有做哦，他可能北来有做哦。对啊，伊这弄强化水管，啊伊的正时皮带在这边。哎，您看，看都换料呢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引擎。我们这个是要。这个单元是换是拍那个保养厂里面有什么样型号的引擎，带你啊，带你到保养厂报废厂买引擎啦。啊，这拢会车啦，这什么型号？唔知。我之前翕到甲翕个美龄的三六个那一边，我记得。发电机都换入去台啊呢，方向机油壶，啊，这货车的，这个货车的了，这个拎起，这台车拎起压缩机啊，都整理好尔就下课呀。但是一般压缩机啊，你也放啊久哦，大部分都下课了啦。我你看，哦，真新呢！哦，这台车拄啊大修了呢，可能落去结掉啊、哦。你看，边道伊迄个啥，坡道还佫迄条嘞。这真正是迄个啥，弄历史的眼泪呢。你看那个货车，就是货车本身做老嘞。你看，规台车全部拢唔免特销，都规乌乌乌啊，惊掉呢。还有哪里？引擎特写，无啊啦，大概哎呀哎呀，迄边，几下拢砍掉的呢。好，好了，引擎特写的部分，我们就是大概拍个随便的番外篇给同学们看。啊，伊这查油的引擎，我有的查油引擎讲无火烛啊有无？伊敢就是唔知安那用啦，喷落啊唔知对会烧烧啥那个。我就看不太出来它的什么原因啊！这台车进前的啥，西路口烧的啦，啊不然介绍可能转去就转免修理啦。我这就也多啊买电，我大概修理好像真真厉害。啊，这为引擎的风，这为做流水的，真巧呢。好了，简易的拍这个肉片啊给同学了。